Reddit 创始人、天使投资人，也是 Y Combinator 东岸大使的网络巨擘 Alexis Ohanian 宣布，他即将展开一段为期五个月、遍及100个点、65间大学的新书巡回发表会。今年秋天 ，Alexis 将踏上洲际巴士之旅，宣扬青年创业家理念，利用开放式网络给大家他在大学时没有受到的教育和鼓励。Mr. Ohanian 希望这本新书 Without Their Permission, How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Made, Not Managed 不仅能分享他成功的创业历程，为新一代打造创业蓝图，还能带给后进一些方向。在巡回的每一站会跟大家分享，要达到他今天的成就并不难，只要透过网络，成功不再遥不可及。Without Their Permission 将于10月在实体书店和网络同步贩售，而它的巡回路线将会在近期公布。